妈的，这兔子漂移。五十二，不错的啦。哎，我把车停到哪里去？所以我把我捡回来了。哦，等一下。干蛇。肾上腺素飙升是怎样？哦，这个是奖励。诶，解锁工具你全部带在身上哦，那会不会太多啊？诶，没有吧，我身上只有20个诶。诶，哦，因为我拆一半起来啊，没关系，拿走也可以，没差。因为我想说奇怪的，你解锁工具不见了。现在在，我已经找上人了。他们是吧？对啊，你可以先去任务那边嘛， okay, okay. 还是你要先去上人都可以。看你啊，反正我都是要先沿着你的路那边走过去。对啊，要不然看时间啊，看我先到。哦，这是峡谷，干这个。看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，看完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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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阿贝出事了。看我跟你讲，出事了，最大的那一种，该不会是悬崖吧？我看，你想不到人家在想，跟我啊，那